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人。哈？不好意思，我要重来。第61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奖的是钟雪莹，看我今天怎么说。钟雪莹去年以《甜子碾》首度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，今年再次挑战新角色，以极具说服力且自然生动的演出，将聋人少女纠结辗转又活跃明亮的成长历程呈现在观众面前，表现可圈可点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钟雪莹，是一个喜欢电影的人。谢谢你们在场的每一位，因为你们都是我从小到大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人。哈？不好意思，我要重来。好，谢谢我们手语翻译。我是钟雪莹，是一个喜欢电影的人。耶！谢谢你们在场的每一位，因为你们都是我从小到大看电影里面看到的人，是你们一直的努力让我喜欢上电影。谢谢看我今天怎么说的所有人，谢谢黄秀平导演，多谢阿少，多谢 Marco， 多谢大家，多谢等我一下。